出有琉璃，九宝有名，三月魂，五月功，六月增。天清寂灭雷霆。第七魂技，武魂真身。小三，三哥，小三，三哥，你太强了！趁现在，尽可能多的解决这些魂师中的强者。第四魂技，白虎流星雨。第五魂技，凤凰流星雨。封建宗宗主，令敌方重骑兵团的防御溃败，极大的重振了我军声威。只是蓝浩王被比比东单独找上，处境很危险呐。比比东知道小三是我军核心人物，如果击杀他，一定会令我方军心涣散，甚至令雪崩陛下也失去斗志。他必会设法击杀小三。那我派人增援蓝浩王。不用，这应该在小三预料之中。虽然无法快速战胜比比东，但只要能支撑一段时间就行。好，趁着蓝浩王他们现在拖住了武魂帝国的强者，我们正好可以击杀敌军的重骑兵。重骑兵团迎击武魂帝国重骑兵团，弓骑兵侧翼包抄，大军继续向前推进。国军大破武魂帝国前线重骑兵团，战线推进十里。
小三，唐三，今日便要你在我的魂技内痛苦的死去。那边情况不错，但三哥这边不妙，你比动了这个魂技，直接隔绝了我对三哥的辅助。蓉蓉，没关系，小三能撑住，大家该计划行动。蓉蓉，如果后续小三受伤，你优先辅助他。圣灵宗宗主和黑虎宗宗主实力很强，这两个人交给我和竹青。胖子、小五、小奥，你们全场机动作战。小三被迪迪东纠缠住，一时间没法控制全场，我们独自作战一定要小心，切记我们的目的是拖住武魂帝国强者，而不是与之死战，明白？啊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去会会老对手。今日立马平原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